那致命节奏情侣是什么流派呀、啊？哎呀，打工了呀！耶嘿，打工了，宝贝！硬换一个头，丁狗。我跟 Vivo， 我们两个双控制，怎么说 ？PP 妹中单好吧，你的英雄起来很厉害的。嗯，可以。不是什么意思呀？萨尔的萨尔 PDD， 拿人头去了。干！挣钱，出个耀光。你好像被他弄得有点痛苦，我来收拾他。我好像不是很好打他。那我去上路吧。我操！呀，我等级太低了，他等级有点小高。那打我好痛。我操！这屌人装备太好，等级太高，装备太好了。嗯、哦，很痛苦。现在跟他打，他妈要送，不用，等会再打。小心哦，下去了。你知道你这波游走让你们的游戏直接结束了吗？
在卡特这波游走他们直接结束了，他回来打不过我了。牛逼！喝豆，太肥了，没事，等会我来杀他。上路两个人太肉了，别打，稳一点，等我。牛逼啊，梅子酒！他们大概率在这刷石头人。呀，虚弱没给出来，我吐了。无敌。
然，我要在哪里就在哪里。我他妈没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很帅的一招过去，结果我直接被搬开。哇，我太痛苦了，我这波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我这波多痛苦。他妈的，你在跟我装什么似的？我带线推塔了，我们老杀人不推塔没用。太多了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多了呀，他们确实来的太多了。这是个什么？这个罗胖。哇、哦，好猛！等会把鞋子卖了，出个死亡之舞。操，他这个隐身太变态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这个隐身，不行啊！我不该出这个，我该第一剑直接出死亡之舞，我他妈伤害太低了。而且打螳螂，打螳螂要留 Q， 要打真实伤害，不能刷那个三项的伤害，因为他一直隐身，不打真实伤害就亏了。他还有忍者剧组，要用真实伤害打他。哇，螳螂还挺恶心的呀。一波了呀，宝贝们！
很痛苦。不要这个了，要输出。啊，这个也不要了。哎，要个勾勾，直接两件输出。死亡之舞加他妈的智慧默认。破败王者之出什么可以把螳螂打烂，想一想。这个感觉不厉害。银雪，超了，老六，天降王，